其实我不习惯开这个档，感觉前两天有兄弟问我，我现在实力水平如何？我说有个大师左右保守了呀，我觉得得更新一下，有个王者左右吧。今天这个大师150胜点乱杀开蕊，感觉太保守了。太保守了，主要连续两把，你要一把巧合，我开播前还打了一把，也是那个战绩，比那战绩还更好看。太保守了，太保守，我这个人太稳健了啊！保护忠良，全军出击。上把没看到，哪里能看？建议看一下录像啊，录像有回放的啊。战斗之心，至死。蓝宝那把不算，老板那把打的是铂金段位的，肯定不算啊。让出奸邪。这是奇人，应该打不起来了，走了。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我金钗没开吗？不是，我原本今天没想高打高段位的，被这个弹幕给气到了，没办法了。蓝宝那把其实我优势也很大的，但是下路不帮我开野，而且他还炸了，中路也炸了，结果那个杰斯才恶心人。他玩个杰斯控线还被单杀，弹幕上面还有说对的，那我只能来一把高分局开路一下，证明一波自己啊。这杀一把之后应该没屁话讲了吧？感觉偶尔可以开播打一把，不能连打，连打不好打，连打很奇怪的。不过听说峡谷之巅现在分演员分得很厉害，要是真的话可以打一打峡谷之巅。我之前被峡谷之巅开得好恶心，打到大师就上不去了，把把都有奇怪的人。打得太恶心了。那时候打的真的是在明眼明着送的那些人，我操，我都以为打不过了，这怎么三打一打不过了，我知道我来捡漏了。看不明白，和我并肩作战吧。他在快速回家吗？这两下没吃哈巴的，我他妈都没吃冰呢，你这搁着血口喷人啊！我帮他推荐，他说吃冰，我冰的我还没，我就 A 了一刀，冰都没死的。保护忠良，段位低一点的局的话，就想着自己 carry 了。他怎么要开始恶心这个阿卡丽了？朽木不可雕也。一 Q 插起来杀刀妹，你有没有？这个人太恶心了，有什么冲我来？去搞这个中单干嘛？我哪里有？这个人搞不懂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杀完人打野帮推线吗？这把有散兵在，兄弟们，我又没吃他兵，帮他垫个刀。
的 AD 演员吧，我也觉得别死，他升六了，打不过他呀，红怒没错了。哎呀，我误会你了，女警，没女警我死了。哎呀，他在碟中碟，这是 sorry 女警对不起，我的，这是下一盘大棋啊，你们这不给女警道个歉？我等一下啊，我替你们道个歉好了啊。哎，我提阿玛特的。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我错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不要再胡闹了，快回来吧，我等你。德玛西亚，永世长存。就在兄弟姐妹们，和我并肩作战吧！手压线，手压线，他们可能要越这个泽拉斯啊。哎，我二呢？我上把玩蓝宝了吗？什么是非智能施法的？浪费我一个闪现，不然跟他直接二死他了。保护忠良。这阿卡丽真贱呐、啊！虽然我也这么认为啊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这 AD 在我们的感化之下已经停止了送兵了啊，选择了挂机了，从晚期变成中期了，我感觉再感化一下他待会儿就变早期了。看到没有，双脚离地了啊。啊，我碰到这种队友怎么办呢？用爱去感化他啊！用爱去感化他。把那剑魔线推过去吧。这个有两张一创的六九级，走吧。对面好像菜刀队啊，我怎么感觉我们四个跟保姆一样？那三个队友也在哄他呀。如果不是为了上分，谁又愿意当舔狗的，对吧？兄弟姐妹们，和我
并肩作战。你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夜吗？想你的夜啊。这南下是不是把我狼偷了？哎，别把人带过来呀、啊！哎，哎，哎，哦，还行还行，这个杰拉给到了，鳄鱼给省。我身上怎么打完龙还亮了一下？我分到经验了吗？不应该吧？对方击杀的呀。原来那个是经验吧，我好像看错了。荒心成熟也对哦，好像是啊。打龙的话有加这个天赋成，那这不亏的呀，还加了一个成熟，还可以啊。让除奸邪。等一下，男枪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少了个红尘，这波伤害可能不够。上波红尘打200多，我买的是燃烧宝石。买两把长剑，这波伤害肯定够的。所以像这种情况下，得换个连招，先得 A E Q A 啊，等他进场。哎呦，狗东西，你怎么还敢进我野区啊？有人在，有人在，不能上，不能上。他保镖是真的多呀，凭啥呀 ？A E Q A 吉亚马特 A A A R A 闪现 A 看到没有？这样子，只有老皇子才会知道这套连招的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啊。一定要 A E Q A 再提亚马特 A， 直接能打他半血，这样伤害就够了。这套连招是最极限的，建立在你先手对面。的情况下，他满血的时候，你的被动战争律动啊，就打他很痛。我来了，我来了。呀，怎么每次我刚好来对面就死了呢？难道我在队友旁边有给他们有伤害加成吗？每条线你都要吸血，不是呀？能 C 可能要 C 的呀。这打野他只是想 carry， 他有什么错呢？啊？你看上把那队友他就不计较，为什么？他懂。上把为什么队友他懂？因为他是大师150点，知道吧？这把的队友是铂金，所以他不懂，我也不怪他。因为在他的世界里面就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不代表他对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人指引一下他。上把我也这么打，你看队友为啥没意见？甚至还保着我啊，上把队友。来，泽拉斯给个二。开啊开啊！哇，他有闪现，挡一下，没关系，死不了。这等下该不会过来给我一炮吧？
就问你们是不是嘛，对吧？眼见为实嘛，这主播又不是瞎掰的，上把直播当着你们的面打的。这男孩怎么老偷你？他凭什么呀？算了，他后面有人在。这男孩好装，他纯刷，他就趁我们没办法。虽然我比较团队，像我就 不太喜欢发育，以战养战。他这把的话，两个头跟他有关系，我们七个头跟我们有关系。我的参战率是他的 3.5 倍啊。就他每抓到一个人，我们要抓 3.5 个人。这女警死了，他要抢一抢，摸个奖也行啊，兄弟，我给你开个视野。你看，所以这个龙跟打野有啥关系呢？对面打野都不在，这个龙也能吃。该不会打不过吧？哦，还好劈死了。你看，我只要一看队友都是单吃，这就是来自我的力量。我把我的力量借给他们使用了。来，女警战术勾引一下。他没闪。拿 Q 过去，一 Q 空中打断。你 Q 呢？怎么呀，这刀妹也太逊了吧。他预判了我的预判，看他操作也不像。他这波应该是 Q 这个女警，然后空中被我 EQ 打断。德玛西亚勇士大魂。等一个人过来。女警待会开个二，我给他这个喂个饼好。我这波的话可能会少个他的大的伤害。来了来了，准备狙击手，狙击手，我是侦察兵，收到请回答啊。看来他收到了啊，直接走了。回家，黑些小剑再来两个。对，这个版本皇子加强了，加强 W 了。又可以出半肉了，主要是穿甲下个版本要削了，血刃就没必要买，直接删掉。史诗级加强。忠良，有人在偷我的红。看到没有，这波早开战斧就没了。网开吸了一大口血，让除奸邪。这男枪好肉啊，他刚刚存也没有叠几层了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
真有意思，这些人。俄马西亚，他把 W 开了。这 Q 倒霉 Q 满城啊！算了，去中吧。快速拔枪啊，纯爷们儿。你在干什么呀？拉拢拉拢。比较好，一双铁板鞋护甲就搞定，再来个护甲或者十五，这把我要打十个，先把黑切买买六百五，再来个表，可以了 ，CD 够了。这个冷却可以不用无限堆，但是一定要有三十点以上。三十点以上什么概念呢？就是五十点极速啊。找些更强的敌人。魔切不要早买，看情况。等他把 EQ 交了，他就死了。Q 交了 E 呢？这时候再挂红绳，等他打我一整套，看到没有？暂时出头给 Q 杀出来，再 A 他，等他 E 走。这时候再一个。大招穿入在 EQ A 破甲打满，在 W 护盾，战斧再吸一口，全是细节。当你这个怎么增加你的 EQ 的命中率呢？那就是用大把它限制在一个小范围里面啊，这时候自然而然它就不好走位，不好走位你的 EQ 的命中率就提高了。最近有毒，这个炮车怎么就吃不到呢？视死如归，就在今天。这波但凡只要有一个小失误就没了，这么细节才杀到，哎，没办法，房子打架还是偏弱的。那你留，哎，这辅助泽拉斯跟鬼一样，这东西打辅助蛮厉害的，随便混一混，这伤害就不亚于一个 C 位了。想吃我的残毛了是不是？保护忠良。这男枪进来说了，二楼只会打野啊，他这个队友啊，啊果然他只会打野，二十个头只有四个跟他有关系，这是什么概念呢？才20%的参战率，再看看我们的打野，30个头12个都跟他有关系啊，
50%的参战率啊，这就是差距啊。主要是他这把纯刷也没咋刷起来，只比我们多了10个刀而已啊。跳回去啊，兄弟，这不我把你当兄弟了，你呢？你在 shopping 吗？你却 K 我的头。一口在擦屎，留住。那我先吸一口，留住，已经打断，再 EQ， 再留住，无处可逃。雷克顿不会永远的从我手心里逃脱的。插起来了，你的 Q 呢？哎呦，你在玩什么呢？这么不相信我吗？刚才这第三张 Q 打出来他就没了呀。这套出装其实第三件买巨九比较好，但是他们是菜刀队啊，所以买护火甲早用早 CD 啊。Music 怎么没有？你看到没有？我吃了4000的伤害啊。其实这个护盾的伤害是不计算的，刚才这波团星马开了2个 W 了，走了走了，兄弟，你们要死了，对吧？快跑！你们要死，和平使者，再见。一个 Q， 我记得没错，女警的 Q 叫和平使者。Q 拿来杀人，为什么能叫和平使者？主播能来个办卡抽500吗？那确实该来个，今天一星都没过了啊，那就来一个吧。现在送办卡抽500啊，可以参与一下。这也能打大龙，打不打得过他？可以参与了啊，已经给你们开了。这波星 A 在一次，这时候他打我们再挂红血。那个大可以，距离不够，他有挺进的，有加速，不然我应该是能追上他的。有点不对啊，这怎么打的有来有回的？这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啊！并肩作战吧，对面这个挺拉胯的，他们的阵容，先杀打野 AD。来真的呀！你来真的呀！剑魔呢？我这宽度两个半血的，你不杀吗？为什么呀？这进来两个全死，都在我宽里面，而且我打了黑切，跟我的巨龙撞击减甲减一半的呀。这个版本黑切有加强穿30%，我 Q 加穿26%，为什么呀？和我一起杀呀，我想不懂，主要是这两个都在我框里面，不是瓮中捉鳖吗？哦，我说先杀，哦，我的，我刚才跟他说先杀打野，但是得看情况呀，这已经在脸上就可以先杀了。我跟他好像确实是我说了，我想了一下，不怪他，不怪他，但是得见机行事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计划赶不上变化呀。主要是刚才对面叠了我的满层黑切跟我的巨龙撞击啊，所以我这一个技能加一个装备能减掉对面一半护甲，这剑魔打对面很痛的。战斗之心，誓死方休。哎，这护火甲有点白掉了。无奸邪，搞一搞。
对面没 buff 了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你看这把为什么不买魔签呢？顶不住知道吧？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直接来团吧！我感觉这阿卡丽加泽拉斯可以把这个男枪直接切死。这男枪刷了很多经济的他。男枪护甲高，但是没魔抗，他有点怕这种爆发型 AP。救你了，场外连胜。赶紧把酗酒买了，应该够2100，都是一些性价比高的装备。假出来了 ，nice！ 我这波吃了陈蹲的伤害，看到我这开团拉扯没有？最主要是我还没死，这才是关键啊！主要这男枪纯爷们儿，护甲太高了，但是他没魔抗呢。而且远程英雄他的有成长护甲，但是没成长魔抗，这阿卡丽打他很痛的，就开始跟我没关系了，开始恶心了。早知道这样了，我就不玩肉皇子了啊！是不是要让我打开上一把的战绩啊？你们才肯承认我强的啊？非得让我打开上一把我这个大，哎，这个一区大师150点乱杀的战绩是吗？就承认主播强有这么难吗？还有最后三分钟开奖，这我才18个人参与，23张卡、啊，完了，这轮要血亏了。你们是不是看得太入迷了，都忘记参与了？现在参与还来得及的。上一把什么 S6 啊，就在今天晚上直播打的好吧，没看的去看一下录像。哎，不能打，我想了一下。先杀了，这波打了要出问题，主要大家都没醒。你以为我是他们吗？这么追我，你以为我是他们吗？这么追我，兄弟姐妹们，你以为我是他们吗？这么追我，我有红扯的呀，我有巨龙撞击，我穿甲，胡闹呢这是。最后两分钟，办卡收500。这我才50张卡。这波操作不来卡个牌子，参与个抽奖。我怎么感觉还是缺伤害的？等有人过来吃红，这波可以杀一个啊！保护忠良，
中低段位的话打字交流更好用，高段位就不需要了，高段位基本就信号交流。你看上一把我就没跟队友打字的，发信号他就懂。最后六十秒办卡抽500啊兄弟们，100张卡都不到，这会儿先杀人。我们队友不骑这波先上来给 E 德拉斯呢，哎呀这不是白送吗，扎卡利他在带线还是在 干嘛我没摸看的。我一个杰拉打了我半关血，我吐了，最后40秒了。配合一下队友，帮自己。一口插起杰拉，帅不帅？牛不牛？屌不屌？最后20秒，办卡抽500，显示鱼翅可以折线啊。你满血，你进来给个一啊？怎么打的跟欠账蜥蜴一下呢？来卡一下技能呀！最后十秒了啊，一张路魂了解一下啊。最后五秒了，看哪位靓仔中奖了。三秒，感谢这个叶桑他奶奶的办卡。恭喜这叶桑他奶奶中奖了，他天天跟我说有黑幕，我这为什么中不了的？你看你这次送的多是不是就中了啊？唯一的一个黑幕就是送的越多中的概率越高，龙魂来拉了啊！兄弟姐妹，快点龙魂龙魂！和我并肩作战。这药还没用过呢，得省着点。哦，就这蓝枪啊！一套打不死我，被我打死了。卡了这么多经济，来呀！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啊！龙魂拿下，这把稳。这个其实对面这个阵容其实都不应该拖到这个点，知道吧？我们这个阵容打到这个点，就起码领先对面起码6000块钱的经济优势啊！再加上这个龙魂，我不说多的吧，领先一个10000应该是没问题的啊。感觉我们这边有人在划水，开了可以避了，今天进家里对面复活了，挡除奸邪。其实打到后面要顶不住的话，可以把这个魔切换了，他加的伤害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观，主要这个杰拉打我太痛了。那他买巨牙，谁敢违抗我的意志？看到没有？哎，这巨九怎么才加了62点？我记得我之前这套打法可以加70点的，被削了吗？我想一下哪里出问题了。我记得之前是加，妈的，被埋伏。哎，跟你们说话去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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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死！啊，视野也没有。吃了5100的伤害，守一下守一下。守一下守一下，守住守住。有泽拉斯在应该可以守了。快点清兵，开大清兵。守住。开大开大清兵，兄弟兵线进来就守不住了。兄弟们顶住啊。
这青剑怎么这么慢？有女警在，你看到没？不开大，对面要推进，顶住，还有十秒，援军马上就到了，清兵啊，清兵！还有六秒，不应该这波的，把食物买一下，食物还是蓝盾，他就算了，买个蓝盾好了。蓝盾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了。蓝盾十五一起来吧，魔切换。他们这会伤害有点起来，我顶不住了。魔切这件装备是优势比较大的时候才好用，你优势不大的话你就不好顶。等一波双龙吧，七十秒，扎卡利带线没 T， 还不如让剑魔去带呢。为了父王，你没 T 啊，给剑魔带啊。扎卡利带线，我们就会直接少一个人。我得回家补个药了。要给他吃饱，不太需要。不能再带了，这是最后一波。战斗之心，这难道换无尽了？我这蓝盾没白买，主要是我们这边没这辅助。我说怎么没视野呢？他没买眼石啊，是不是？人家死了，留一下。蓝盾减速，一扣杀死两个，一个暴扣三个，秒掉卡莎，再斩杰拉，最后再杀这个鳄鱼。跑！我 CD 的超快的，我还有无情猎手，一扣 W 减速。他怎么跑这么快啊？拉龙吗？拉龙吗？吃完大的再吃巨龙。回家把线清一下，线呐、啊，线清一下，把线清一下，可以去巨龙，把这大龙先拿了，拉卡利币就好了，一波不了的。你们为什么老觉得没兵线能一波呢？不是吧？扎卡利回网，杀掉了，杀掉了。我们这个 Q 区啊，没有兵线，两个门牙是不能一波的啊。可能有些观众他玩这个微信区玩多了啊，我提醒一下啊。给我找些更强的敌人。这有些观众他 QQ 区玩的比较少啊，是能理解的，大家也不用说。来来，三龙会，三龙会，龙魂大龙加巨龙，打龙啊！你在干嘛？你在尬舞吗？三龙还能输，领先两万经济，这再打不过我就没办法了。三龙加成，八剑打六剑。巨龙给我斩杀，先拆兵营等队友带兵线，我们兵营复活了，对面偷不了塔了。你在干嘛？你在干嘛？没事，一换一撞的，他们没人守家了。
开始尿他，尿他，滋他一脸，滋，滋。哇，这能打46分钟，我惊了。一个大招爆扣啊！感谢牛子送的双飞啊，谢谢牛子啊！呀，按道来讲，我们这阵容比对面好，对吧？又拉了龙魂，不应该打这么久啊！只能说这把对手太强了啊！不怪我方太弱啊，只怪对手太强。这把是一个质量局啊！这哪下能打这么高伤害？他都被我秒了三四波了吧？下一把，下一把。没点光的记得可以点一下。